好了，有大事情要发生了，那确实是一直期待很久啊，也慢慢慢慢就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一个演唱会，张艺兴2019大航海巡回世界演唱会，真的是在旁边也听到他为此付出了很多，努力了很多啊，包括到现在还都天天一直在排练，在各种排练，他自己写的音乐，他喜欢的音乐，他为此付出了很多，投入了很多。相信我和大家一样，都特别期待这个演唱会。7月6号，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就要开始了。我希望以后的不知道哪一场，或者说很多场，我可以在下面安安静静的，估计也安静不了，开开心心的来看这个精彩的演唱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磊。7月6号开始，张艺兴首次个人巡演，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就要跟大家见面了。和张船长一起去冒险，为梦出发，祝演唱会顺利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雷佳音。7月6号，艺兴的个人巡演，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一起跟着张船长航海冒险，为梦出发。祝演唱会顺利成功，国际风棒棒的。嗨，我是罗志祥。我的弟弟艺兴呢，在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就要开始了，这是他人生首次的个人的巡回演唱会，我相信他一定很紧张。但是紧张之余呢，我也相信很多的歌迷朋友们一定要更期待，因为他很用心，不管是在舞台、所有的硬体、软体、他个人的表演、舞蹈等等，一定会让大家大饱眼福。7月6号在上海开启的第一站，希望你们多多支持。拿不拿？不拿不拿不拿？你到底拿不拿？不拿不拿？拿不拿？不拿拿不拿？拿不拿？不拿拿不拿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磊。张艺兴首次个人巡演，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就要和大家见面了，和张船长一起航海冒险，为梦出发，祝演唱会顺利成功。其实我们这些家长们非常紧张，很紧张，就像孩子要考试了一样。因为演唱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艺人的实力，那我们家艺兴是实力一流的，所以我不担心。希望有机会我能在现场自己能够感受到，能够观看艺兴的演唱会，希望有这样的机会，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迅。哎呀，很兴奋啊，因为期待已久的艺兴个人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7月6号 ,2019 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就要拉开帷幕和大家见面了。我相信所有的艺兴的粉丝都和我一样非常高兴，非常激动，因为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领略一下国际风的风采。艺兴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是你喜欢的音乐。这一次7月6号开始，你的大航海演唱会就要开始了，为梦出发，我们一起跟张船长一起来冒险之旅。希望你每一天都特别的开心，希望你每一场演唱会都非常的成功。然后张艺兴，国际风。